为最强新人的大势团体 101 声势如日中天，其中一位成员还是来自台湾的15岁男孩赖冠霖。赖冠霖，你是最的。出道前就接到不少广告代言，如今出道仅仅26天，确定于10月7号来台会粉丝。一睹超帅舞蹈可不便宜，一张票要价5000多元。官方消息一出，粉丝纷纷抱怨卖票消息来得太突然，不过还是得乖乖抢票，势在必得。不止小鲜肉戏台，南韩潮流 icon 歌手 GD 霸气登台。个人巡回演唱会10月7号、8号一连2天引爆南港展览馆，一般票价最高6500，还开卖 VIP 套组，内容包括进场观看彩排、赠送零钱包、雨伞等纪念品，要价2500元，加上演唱会票价一次得花上9000元。十月廉价粉丝可有得忙了，10月7号 101 GD 双双开唱。10月8号，除了 GD 第二天的演唱，还有人气女团 A Pink 以及帅气欧巴男祝贺，纷纷都要来台会粉丝，票价大约4000到5000元，粉丝荷包大失血。四组韩流明星准备嗨翻台湾，粉丝们都超级期待，不过荷包可要哭泣了。记者陈子芬、王乃瑜台北报道。